现在他那个显示召唤师名字怎么没有用了呢？是怎么搞的呀？欢迎来到英雄。感谢韩金伦小傻瓜的飞机，谢谢。你才小傻瓜。感谢女学生的大飞机和大火箭，感谢。我这个召唤师名字怎么把它给移除掉啊？看着很难受。他现在这个为什么没有了呢？很奇怪。全军出击！在呼唤。哎呦，我操！完了，古力又起跑，搞事！一上来就搞事，不行不行，我这波啊，我这波可能得去单独的偷他蓝，会不会有点危险啊？危险也要去啊！我操，这必须得打呀！这打等会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回家，完了。啊，我是真服了，这个打野嘛，又不打又跑到自己野去了。哎呀，你说现在的这个玩家吧，你都搞不懂，他就是干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，干什么呢？哎，给你给你啊，我回来打我的，好吧？我打不了红了，我打这个，我算你狠。他我的红他也不要了，我真的是，我无语了。行吧，我再吃一波三狼吧。最起码要买个打野刀吧，打野刀都买不起，这波回家就太伤了，太难了我。这也抓不了人呢，刷野也刷不动了，怎么办呢？蛤蟆刷不过，惩戒没好。哎呀，我试一下吧。拉一拉，还有13秒，我得拖一拖，差不多，马上好了。这刷完得回了。好好好，回家回家回家，先买个打野刀。这盘我没什么节奏了，没办法，被搞了。不过这波补完就好多了，肯定是不能买鞋子了，我也不抓人了，先把等级给刷上来。死了，哟哟，这个艾克也没什么节奏，他也耽误了不少时间。我的红他是肯定没时间打。我们先这种开局的话呢，可以先刷到6了，前面10分钟我就不干个了，这一盘节奏会比较慢。很好，这个刷完大鸟也刷了，好像下路有机会，但是我蓝不多啊，算了。不抓了，抓不了，艾克在上4级，有可能把我蓝给打了，他是从我野区那边过来。像这波我就不去蓝了，我们直接去吃他的三狼，或者抓波中。可以的，中路可以的，吃个药。好，很好，这个人头肯定是有了。 nice， 300 200的270还可以。这个艾克现在在哪里搞不清楚啊，有可能回家了。刷，我现在也不太要蓝了，把野怪都吃了。
果然没所谓，没所谓，我有等级就行，我不需要蓝 buff， 我有这个。再一颗回家了，好，无击。怎么摄像头搞这么大？先买个茄子，再买一个红宝石。OK， 很好，我们现在是优势，不需要那么着急。先来一波石甲虫，把这两组野怪吃完，然后呢，顺便抓波钟。啊，这中路打得很激烈。下路是没有机会的，这个线太差了，反蹲就不反蹲了，我们打野从来不反蹲，反蹲太浪费时间，收益太低。中路死了，行，这个血量差不多的，我有点人了，差不多的，我们走近一点，可以先开掠食者。好，先开掠食者，差不多。好，再开一眼一脚踢，他必须得回去。我有点燃，但是这个点燃是点不死的，我可能要等下一个一。好，不行，没办法，这就没办法了。耶，那你这个我就看不懂了。啊，杀不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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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办法，伤害差了一点。他主要打野离得不远，这个我是肯定追不了。哎，可以，这个中路太浪。再刷两组野怪回家，可以控龙了。他们只有上路是优势啊，那么我们就围绕着中下打，肯定不会亏的。没事，打得过。我现在节奏比这个艾克要好的，可以下路抓一波了，抓完就拿龙啊。不过最好是先拿个红，耀光差一点，没办法，那我只能先买这个了，再买一个，把这个药水卖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太浪费时间。又是这么大，坠机了，谁坠机了？谁坠机了？没看到。这个也太嚣张了吧，你这个简直就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来，先吃我一脚，他必须得过来啊，他必须得过来，在这等他就好。我有大，等一下，这个大招不太好冲，不太好冲，他也开大了。好，冲过来，恐惧非常到位。哎，很好，他们崩了，我可以吃龙了，先把河蟹打了。我刚才是不可以提前开大的啊，因为我开大他就会大回去，我就空了，所以我必须得等他大我再大。如果在这期间他把我的亚索给干掉了，我也没办法，说实话，因为我放了就是空，对吧？稍微正常的一点反应都可以躲掉的，他按R就回去了，除非是贴身的，贴身他来不及，但我刚才跟他不是处于一个贴身的状态。我先把龙吃了，可以抓一波下，我抓下还是好抓的，因为我有点燃啊，没点燃不好抓。很好，他们干起来了，开一先杀奶妈，这个行吗？后续的伤害不足以击杀凯特琳，请相信我，所以不要觉得我在 K 头，知道吧？我这波不踢死奶妈的话，我连助攻都没有，凯特琳杀不掉。
因为没有大，没有红，锤石也没招了，留不住了。好，把这两组野怪吃完，回了。怎么能死两个呢？怎么就放屁呢？哎，说了你不信，你非要用你的思维和判断来强行的让我那么去做。我只能说你可能不太了解赫卡利姆。好了，回家出个耀光啊，出个耀光伤害就高了。好，我有点无敌了现在。这个上路要搞一搞，这上路已经到我们塔下了，把我的蓝给偷了，没关系，我马上到，鞋子不用开啊，不着急。行，可以，来，我可以单杀的，没关系。好，我单杀了，开E，一脚踢，点燃，不着急给。好 ，OK。该让头的时候我们就让头，对吧？这里有个红蓝 buff 可以收，我有点燃有大，可以秒他，可以秒他，但是得等他出来。他这个肯定要过来了，我先卡个视角，他看不到我。不行不行，上来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这波杀的话，硬杀也能杀。说实话啊，只要他没闪的话，他秀不了我。他没闪，他秀不了我。他去刷那个石甲虫了。这是很明显的，我看一下啊，他们想干什么？好，我可以偷他这个，他还吃这个果子，他还吃这个果子，必吃的。啊，他不来吗？那他下去吃这个了，不用想的嘛，对吧？不用想的嘛。好，他没来。哎，我操，这尴尬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感谢 P 站的学生送上的大火箭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算了，不跟他浪费时间了，我没有必要去强行的搞他，我去吃他的蓝就好了嘛，对吧？不要那么死板，盯着他这个人头浪费时间，把他这个吃了。他过一会肯定要来的，不管他是回家还是直接来，他都会来。我可以在这里等他，不过他有大，我杀不掉。我现在伤害虽然很高，但不足以去，对吧？一个人把他给秒掉，做不到。那我就走了，不蹲了，杀波中路倒是可以。好，可以先提前开掠食者，再靠近一点，我看到人了。这个的话呢，只能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这个血量我算了算了，十一级算了，下路吧。奶妈可以，这奶妈死了，这奶妈死了。奶妈没了，哎，别走啊，回家了。单杀是可以的啊，因为我有点燃。再走近一点，好，开E，踢到就给点燃。好，这个我可能得大招六。他只要没有大招，他是杀不了我的。他的打野来了，我得溜了。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我得走了。他可能想偷我。没关系，我队友来了，我可以尝试踢一脚，因为亚索可以接大，但是我上的话呢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我会被秒，不着急的，我先给他们打。
可能把招出了，你看他想赢我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不会上的，我不会上的。好，我开律师，他要大回来，好、啊、秒了，很好。我这波就起到了一个勾引的效果，你看我好像什么都没做，其实也挺重要的。吃个龙吧。这一波他们损失大了，这波就是勾引嘛，这明显是在勾引他们呀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对不对？我在旁边，这个艾克啊，包括这个中路就有想法，他们就会分散。好，可以再刷一轮吧。再刷一轮回去，回去把装备更新一下，钱很多。这盘上路没怎么管过，放弃上路了。不要想召开每一条路，不可能的啊，不现实的。你总要放弃一条，打野最多管两条路了。感谢领主与国王的飞机，谢谢。感谢领主与国王。偷野区，这个峡谷倒是想吃啊，吃吧。留着个大和 E 逃跑。野河，回家都好。打这个挺费时间，单杀尊某的办法，上路点投降了。我们这么大优神点投降，故意的吧？看到一个，我杀不掉他，杀不掉，杀不掉，溜了。下雪，我现在不太想回家，我们可以在中路开一波峡谷，把这个塔给对吧、啊？他们人都在下。把这塔给收，偷个塔，这波可能要保一下峡谷。好，很好，他死了，单杀。哎，他只要那个吹风没吹到我，他是不可能打赢我的。所以刚才那波我刻意躲了一下，走位躲了一下。好，这个鞋子可以开了，我被发现了，但是我的速度非常的快。先杀奶妈，再杀 ADC 啊！这奶妈是很恶心的，一直压血，很好。这个 ADC， 哎，可以了，我得回家了。再杀一轮啊！这野怪都刷了，咳咳，我们不能让它停滞在这里，是很浪费资源的。嗯，都吃完再回家，反正现在优势节奏对吧，是我们掌控的，所以不用着急，多吃吃野怪。这盘肯定拿下了呀，他们只有上路肥一点。只有上路肥一点，没关系，等会我们一起打他就好了，对吧？感谢韩金龙很浓的飞机，感谢辣年糕的飞机，谢谢辣年糕。我可以伤害稍微高一点，因为这盘呢有这个索拉卡啊，有索拉卡的话爆发高一点会好一些。不然秒不掉就太拖沓了，他的优势就出来了，啊，直接打死他，加血就没用了。下路龙刷了，我们差不多可以开鞋子了。好，先追奶妈，哎，先追你奶妈，反正都得死，逃不了，都得死。这个人头，哟，
我一个平 A 就把人头给吃了，这不是故意 K 头啊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一脚谁顶得住吗？你说奶妈还有用吗？没用了呀。没事，我有大，没关系，我得走位，打他就得走位。好，可以先给他一脚开大招。好，不着急开的，拉歪了。哦，大招哟，这个闪现闪的不错，我就在等他放大，他躲了。行吧，虽然没把他们杀了，但是他们也没法阻止我们拿人。OK， 马上超神。可以了，现在是我的刷野时间，因为我的野怪，野区的野怪都刷了，我必须得全部清空。现在不杀人了，好，我们要先吃野怪。感谢蛇哥的飞机，谢谢蛇哥。好，去吃他们的野怪。不行，把上路的线推。这线得压过去，知道吧？我觉得这一波呢，大家可能会去中路打家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人头领先这么多，没有必要杀人的，去推塔了。你可以等他们推深一点再绕过去，对吧？他们现在已经打起来，但我队友打得过啊，打得过就更不用去了。现在就是要推塔，啊，这个我不跟他搞，啊，这个你杀我你杀不了，虽然我搞不过你，但是我的。这个走位嘛，他就不，哎，点燃了。你，我觉得你已经有点过分了，所以我要把你带走。原地一个大招，恐惧就团灭。一套连招行云流水，而且这一波我赢他，其实我是打不过的。啊，我其实是打不过莫德凯撒的，但是我的走位啊，躲了他太多技能了，他就没中几个。但我的技能都打中了啊。人马这个英雄的优点就在于他在一边走位躲你技能的同时，还能给你制造输出啊！因为他的 Q 技能是移动中可以释放的。虽然打一下看上去好像不痛，只有两百多，但是这个 CD 很短。所以没有那种强力回复的，几下就打死了。感谢少元美少女爱情杀手的飞机，谢谢爱情杀手。嗯，这和谐呢？我要把野怪全都吃了，再把我们这一条线的野怪全给他刷了，刷完再回家。太肥了，3000块了。你看我的队友又打起来了，这个战斗触发的频率太高了，所以呢，他们的发育就会不太好，等级都会比较低。你看，最高只有14级，但是我作为一个打野，都已经快17了。我们发育的很好啊，我去上路找一下这个莫德凯撒。这个地方打架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啊，在对面高地塔打不出来什么东西，只会亏不会赚的。我得去找他，这个莫德凯撒要溜了。好，把他往回贴塔打他，这个我就可以跟他硬打了，好像硬打还是有点难度，讲道理
我先给他来一个回旋踢，大招溜溜球，打不过，骗他一个闪现是不亏的，是吧？那我们这个没办法，对吧？极限的血量逃生了，这个只能说英雄问题了，啊，英雄的单挑差距了，对吧？这跟我们的操作和技能释放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。有的英雄他单挑就是厉害，对吧？你没有办法的。而且防御塔还帮我打了两枪，还是打不过。我装备等级都很好，这没的办法，他太肉了。但我比他灵活，哎，这你还能把我杀了，我都不行了。我操！吓死我了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感谢人美声甜甜小，谢谢小亮的幸福券。不会吧？哟，感觉他们好像还有点东西啊，好像还能跟我们打一打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小龙第四条啊，别丢了呀，我得开鞋子了，好像来不及了。哎，很烦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先来一个搅屎棍进场，先来一个，先秒掉一个再说，好吧？大招冲五个，四个够了，这一下我队友肯定是赢了呀，这队友不用想了，包赢的，包赢的，包赢的，可以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他们这个龙拿的特别伤，都得死，团灭了。他没闪，这个，我的感情是没有闪现，把他踢回来，啊，他框了一个，哟，保的不扯，我跟他绕。哎，我们就慢慢跟他揉，你还能一打三了，你还能一打四了，你还能一，我操，我操，哦，六，我错了，这威恩不在，威恩不在，有点打不动，我去偷他家了，哎呀，我操，偷不了，差不多，等下个一脚，冲啊！我操！还差一下，哎，差个平 A， 我靠！行吧，重新来过，这是不可能输的了啊！输是不可能输的了，我偷也把他给偷了，一脚就没了。他们可能要打大龙，这维恩过去就把他给收了，没打吗？没打，秒了。刚才没耳，刚只有一个 E， 只有一个毁灭冲锋。来来来，随便骚扰吧，得复活甲，能拖住。上，别怕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，可以上了，可以上了，上呀，别怕死呀，这时候还不上，哎，这个就不好打了，人家五个人都出来了。行，我们得去偷家，这偷家也偷不了啊，水晶复活了，他们回城很快，嗯，怎么没回来？奇怪了。溜了，好，这个我等他们出来，哎，这时候等他们出来，四个出来了，哎，五个都出来了，那过来再偷一下，哎，再偷一下，那我就偷，就偷，偷，偷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那这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看看这个基地回了多少？我操，这么多了，六了，哎，还存在差一点，还可以，六，就躲这里，有没有眼？应该没有，不行，我把这个高地已经拆了啊，那随时可以偷，不管这个基地血量多少，反正他们别出来。我跑得快了，
这个支援了，支援了，他支援了。冲啊！你在干嘛的？你在干嘛？你又杀不了我，你又杀不了我，你又杀不了我，叫个闪现，我留好了呀，对吧？我留好了呀。等你们龙 buff 没了，我看你们怎么回家。那回城就要八秒钟，他们现在推是推不了的呀。想拿五杀，不存在的事情。我就躲在这里，嗨，来人我就跑。行，还真的敢推哦，你们是真的敢推哦，家伙，你一个小女警还能拿我没办法？你回家来不及了呀！你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我操，这么快了？哎，我怎么冲不过去？我操！行，没关系，虽然没偷掉，但差不多了，下一波，好吧，下一波。他们都回来了呀，他们也推不了了，对吧？所以怎么搞都不亏，不亏。这只能这样。感谢浮生乱流连染的大飞机，谢谢。输是输不了了，输是输不了的，因为我这波去肯定没了。他们必须得回来，你知道吧？推不了，我吃个药水，加波攻击力。他们应该要去拿龙，我就偷嘛，也能偷住他们三个人呀，对不对？冲锋，我就不打架了。我的任务很艰巨，交给我吧。说了要报应的呀，说了要报应的呀，我来了，猎食者开起来。这个地方没有眼，鬼刀一开，冲锋，我操，打来打去还是这么多。但是他们回来了两个啊，我们这边是肯定打得过了，肯定打得过了。慢慢打呀，慢慢打，别急别急别急。我操，怎么又死亡了？坏了，没事，我马上复活。大龙搞一波，我觉得吧，我不杀你们，你们怕是有点搞不清楚，记错了。得跟这个威恩配合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有大，这个有大，还好没开出大。OK， 好，大龙收了，大龙收了，大龙收了，一波也行，就杀奶妈。又诓我，你跟我有仇吗？你跟我有仇吗？还是不行，我靠，都死了，什么鬼？他们人去哪了？打大龙了吧？赶快哦！你们打大龙，
哎呦我操！我操！没办法了呀，我只能这样了，我只能贼了。感谢金鱼抱抱的飞机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还有想法，你还有想法还是？你还有想法？我这个话术，你还能追上我？哎呦，完了！没事。跑得快。不行，这团战打不过。哎，掉虎离山，掉虎离山，怎么说？我怎么回家了？观察，一个，看到了。冲啊！我操，完全了吗？不好吧？这不合适吧？我操！感谢腹肌只有6块的开黑券，谢谢。